Ne çalayım? Oynak bir şey çal. Olur peki. 此影片是从土耳其电影《傻半的儿子傻半》中选取的片段，讲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战士傻半和指挥官之间具有喜剧色彩的故事。亲爱的中国朋友们，精彩的土耳其影片层出不穷，此节选的影片片段会让大家更加的喜欢土耳其影片，同时会让大家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祝大家收看愉快。敌人开始进攻了，拿起武器，开火！长官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快撤回去！好吧。长官，他们还在扔，又来了。把它给我。不麻烦你了，我来弄吧。我让你给我。真的不行。还是给我。那怎么好意思，长官？我就不给。妈的，给我，快炸了！带他手心炸了。你们看我的手，为什么这样？啊，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嘘，因为你们中间还有连手雷都不会扔的畜生。他在夸我呢。那个连手雷都不会扔的畜生，一定要军法从事。这家伙死定了。下班。怎么了？到这儿来。他叫我过去吗？我来了，长官。从今天到早上，你去全校站岗。维尼，我愿意做任何的事，亲爱的长官。闭嘴！像你这样的士兵就只能宰了。敌人的眼睛也多瞎了，还没能弄死你。长官，他们都是群饭桶，在全校岗。他们会把你做掉的，一定会的。我可并不觉得，但是你说了算。说出口令。什么口令？笨蛋。口令是笨蛋，不是混账。口令是花花牛。口令是混账花花牛。花花牛呀，白痴，花花牛。口令是花花牛，白痴。不，只有花花牛。口令是只有花花牛。花花牛，就这些。说不出口令，你谁都不放心，懂了吗？就是长官不知道口令也不行。对您，我怎么能这样呢？笨蛋，不能放心。别忘了，这是我不知道的话，你也不能让我过去。口令是什么呀？是什么呀？花花牛大爷的花花牛。对，花花牛大爷的花花牛。下士，叫回这个笨蛋口令，让他去站岗。花花牛，花花牛，花花牛。站住！谁？口令。好孩子。是我，你的徐长官。啊，亲爱的长官呀，大半夜你在街上有什么事呢？我就像这样随便转转。站住，别动，说出口令。我不是你的长官吗，孩子？那又怎么样？你说过不知道口令的话，就是长官也不能过呀。对，很棒。口令就是那个。哪个呀？哎，我刚才说过了呀。站住。别动，我数到三，赶快说出口令。一，口令就是口令不是二，口令我快想起来了。口令也不是我快想起来了。三，哈，我想起来了，牛哈哈。你没想起来，哈哈牛。啊，我们决定将站岗时发生的事件完整的重现一遍。你是小半，昨晚是发生你在哪？就是在像这样的一个地方站岗。那您呢，上校？我当时也在执勤。事情经过如何？其实很简单，但是我对面坐过了一个男的。你在说我是一个男的吗？你不是男的吗？又一个花木兰。蠢货，我是长官。对。我就问长官口令是什么，他说了什么？啥也没说出来。法官大人，我不知道口令可能吗？对，他当时对我也是这样说的。然后呢？我又问了一遍口令。他怎么说的？没说出来吗？没说出来。要法官大人，你怎么办的？我数到三，然后就开枪了。怎么开的枪？就是这样了。
我可能又打中了，可能是天意吧。我要宰了他，松开我，弄死这家伙是为民除害。战事期间，这家伙的死活我来决定。松开，放开我，松开，放开，开，放开我，松开。报告长官，接司令部通知，已达成和谈，战事结束，士兵全部复员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再是兵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杀不了我了，请让我牵起您的手吧。滚！别让我再看到你，小半，我饶不了你，小半。你离开部队后，我一见到你就弄死你。